你好，我们今天要来教你，你今天可以做什么？用大概30分钟到一个小时，然后可以额外赚进1000到3000美金。OK， 好，那你如果今天想额外多赚个1000到3000美金，差不多用30分钟到一个小时，那这个赚钱理由可能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是有一些意外紧急的事件需要处理，或者是需要有一些付掉一些账单，或者说你想用这些钱出去旅游、出去玩乐，或者说你有其他的原因。还是说你就是喜欢挑战都可以 ，OK？ 好，所以呢，有一些不同的理由，不管你今天想花个30分钟到一个小时，多赚个1000到3000美金，这个理由是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来教你怎么做 ，OK？ 那你如果常常可以学到说每天花30分钟到一个小时，多赚个几千美金，那这样子你可以有更好生活嘛？然后你可以跟你家人更好生活，然后也常常可以去旅游啦。甚至提早快乐退休，对不对？那首先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每天赚一千美金大概 是什么样子。你如果以后学会常常每天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每天多赚个1000到3000美金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接下来我就会教你怎么做。 OK， 现在来看一下这边是1000美金嘛，那如果说你每天可以在网上赚进1000美金的话，就是像这样子。那如果说你每天赚1000美金的话，一个礼拜下来是7000美金，然后这边是7000美金 ，OK， 这也是7000美金 ，OK， 所以一个礼拜下来就是像这样子，有7000美金。那7000美金如果一个礼拜的话，当然是还不错嘛，就是生活也蛮自由的。那如果你每天赚1000美金呢，一个月下来就是30000美金。那30000美金就是像这样，这里有三叠，这一叠都是10000美金，看，这一个月下来就是30000美金。那30000美金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讲，就是生活都是很不错的，对不对？就是很自由，然后也不需要担心钱，然后基本上买什么车子、房子都没什么问题了 ，OK？ 啊，车贷、房贷什么的。然后如果你每天赚1000美金，一年下来就是更多钱了嘛。基本上一年下来就是一堆钱，对不对？那绝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没办法一天赚到1000美金。那其实你如果想一天赚1000美金，其实不难。你只好，所以呢，一天要多赚个1000到3000美金，其实并不是那么难。那我们已经这么做十几年了，而且常常是赚比1000到3000美金多很多。OK，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教你怎么做。那我很快自我介绍，我是巴内的创办人、执行总裁，这是我的三张照片，这是我另外一张照片。然后呢，巴内，我等一下会给你看巴内，这个是巴内.co， 我们已经投入16年多，然后4000多万美金打造这个巴内，这个全部都是我个人的投资，我已经请了一大批工程师，几百工程师打造这个巴内。那这个巴内后台是像这样子，然后巴内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子平台。过去16年投入4000多万美金打造这个巴内 ，OK？ 那我很快给你看一下我的这个 Facebook， 我最后可以给你我联系方式，我希望我们可以变成一辈子的朋友伙伴。那如果说你最后我给你我的 Facebook 微信 Line， 你如果去加我的 Facebook， 你会看到在我 Facebook 这边有很多相簿，那你会看到过去十几年我已经玩遍全世界，你这边有好几万张照片，所以。你有空再去慢慢看 ，OK？ 所以你如果有空去看我的 Facebook 的相簿，你会看到我已经玩遍全世界 ，OK？ 好，然后我常常全世界到处玩，也都会遇到一些明星什么的，头等舱都遇到一些明星。然后你如果去看我的 Facebook 的相簿，你也会看到我有很多相簿是我过去十几年投资全球房产、餐厅、酒吧的一些照片，一些各国各个城市的一些投资。OK， 好，这个我最后再给你我的这个联系方式 ，Facebook、微信、Line。然后过去十几年，你会看到我玩遍全世界嘛？这个都是跟我常常一天都有办法赚好几千美金、几万美金有关系。然后我也买过很多车子 ，OK。那这个是我有一天心血来潮把那一天收入领出现金 ，OK。好，那你到底今天可以做什么，可以让你多赚个1000到3000美金，甚至有时候会多很多？基本上你需要做两个步骤，第一个呢，你需要去设计或者挑选好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必须要是成交力很强，那可以帮你赚到不少钱，只要有一个人购买，
你常常就可以赚到几千美金，甚至有时候一个人购买你可以赚到上万美金。那这些好的项目到底从哪里来，怎么做，这个我等一下跟你说， OK。 那第二个步骤呢，你需要把这个好的项目给出 offer， 越多人看到你的这个 offer， 你的这个好项目越多人购买，你就会赚到越多钱，对不对？所以呢，你今天到底可以用30分钟到一个小时做什么事情，然后至少赚个几千美金，就是这两个步骤， OK。 那到底要挑什么样的好的项目呢？过去十几年我赚的这些钱呢，最主要就是透过很多不同的项目，像我们巴内上有几千个项目，那我们已经都帮你做好了，我们已经花了16年设计了几千个项目，这些项目很多都是成交力很强，很多人看到就会购买，那只要有一个人购买，你常常就可以赚到几千美金， OK。 我们巴内上面的很多项目给的奖金非常的高，你成交一笔常常就可以赚到几千美金， OK。 好，所以呢，这边已经现成的有几千个项目，而且我们还不断的在推出更新的项目，对不对？像这个是我们最近卖的特别好的一个项目，这个是哈佛医学院。哈佛医学院花了几十年研究出非常神奇的抗老逆龄的这个产品，这是哈佛医学院，然后有八个诺贝尔奖得主，然后被全球最权威的科学杂志报道，像 Time Magazine 花了一整集报道这个哈佛医学院这个最新的发现，还有 Nature Science 都几乎花了一整集在报道。那李嘉诚试用之后立刻投资好几亿，全球一大堆明星跟名人都在抢先使用。所以呢，这些项目，譬如说我给你看这个项目，哈佛医学院的这个商机，你看这个哈佛医学院这个商机，对不对？那这个呢，我们有卖到几千美金或几万美金都有，我很快给你看一下。OK， 譬如说像这个，我们有卖到5888美金，也有卖到甚至更多的。那你只要成交一套，你就可以赚到几千美金。我们会把一大半的这个成交的金额给你，所以你卖一套，你就可以赚到几千美金，对不对？我们巴内上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项目，你卖一套就可以赚到几百甚至几千几万美金都有。OK， 好，所以呢，首先呢，你需要有设计一些好的项目，或者挑选已经现成设计好的项目。那这些项目必须要成交力很强，很多人看完，他一看完就会忍不住想购买。他只要购买，你立刻就可以赚到几千美金。那这些项目怎么设计？我们已经花了16年，这个是我们巴内，我过去十几年在全球设立办公室分公司，然后请了几百个工程师，很多团队，我们每天就会设计这些项目。所以呢，第一个挑选设计好的项目，这个我们会帮你做好， OK。 我们已经帮你做了几千个，而且会陆续帮你做更多。那常常设计一个好的项目需要花好几个礼拜，然后几百个人在设计，我们班内几百个人在设计，对不对？我们班内全球团队在设计。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会帮你做好。所以第一个步骤我们会帮你做好，每天就是给你一个好项目，让你可以去成交，你只要去成交一笔，你就可以赚到几千美金， OK。 好，那第二个步骤呢，有了好项目，我们帮你做好的项目之后，你要给出这个 offer， 越多人购买你就赚越多。那到底怎么给出 offer 呢？我每天会教你怎么做，接下来我可以每天帮你挑选好一个项目，并且教你每天教你一个办法，让很多人看到这个 offer。 所以 你每天只要跟着我教你的做，我带你做，对不对？每天我们帮你设计好这个很强的 offer， 成交力很强的 offer， 然后每天我会教你一个办法，让这个 offer 被很多人看到。这样子呢，你每天只要成交一套，你常常就可以赚到好几千美金，对不对？所以我每天会教你一个办法，有非常多不同的方法。那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每天赚个几千美金？当然有，譬如说过去十几年我们常常运用 Google， 每天帮我们赚几千几万美金，这个我也会教你，对不对？那譬如说全球一些最有钱的人，他们运用 Google 赚了很多钱嘛，
像 Jeff Bezos Amazon， 他是过去十几年在 Amazon 在 Google 上砸最多钱花打广告的一个公司，就是 Amazon。 他每一年都砸大概$30亿在 Google 上打广告，对不对？那虽然说他每一年砸$30亿，但是会帮他赚回$几百亿，对不对？ OK， 好，所以呢，你如果每天想赚多赚个几千美金，还有很多办法，这些我们接下来每天都会带着你做。你每天大概花30分钟到一个小时，跟着我教你的做，你每天就可以多赚个几千美金。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就是可以跟网红合作。我们常常跟网红合作，都会赚很多钱，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班的其中一个网红。妈妈，我是 Amber， 跟你分享一个 special 的平台方面。所以呢，每天你如果想花30分钟到一个小时，至少赚几千美金，这些方法我们全部都会教你。那通常都是两个步骤，每天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都会帮你做好，第二个步骤我每天会教你怎么做，我每天教你一个办法，你花30分钟到一个小时跟着做。OK， 好，那所以呢，只要你如果希望说每天都可以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每天至少多赚个几千美金的话，那我会亲自带你教你一年。OK， 那如果说你一个月其中10天跟着我做，然后有达标至少赚$1000，这样子的话你一个月就会多赚$10000嘛，至少，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一个月至少有10天跟着我做，然后有达标多赚$3000的话，那你一个月会多赚$30000，对不对？那如果说接下来一年，你一年中有100天跟着我带你的跟着去做，然后有100天达标至少赚$1000，那接下来一年你就会多赚$100000至少，对不对？有时候你可能没有达标，只赚了500多，有时候你可能只赚300多，还是800多，那些日子我们就不算，我们只算你有达标的。如果你一年100天达标多赚$1000，你一年就多赚$100000嘛，对不对？至少。那如果说接下来一年你有100天跟着我做，跟着我教你的做达标，一天有多赚$3000，那你接下来一年会多赚$300000。反正我每天都会帮你挑选好一个很强的 offer， 我们帮你设计好，帮你挑选好，接下来教你一个办法把这个 offer 给出去，你只要成交一笔就可以常常赚$几千。 OK， 那过去十几年呢，我已经在全球很多国家城市用这样子的方法赚了不少钱，然后投资了很多房产，我在全球购买了很多房产，最近又刚刚又买了一套，这个是我最近刚刚又新买的房子。 OK， 那你如果接下来跟一年跟着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呢，我也会常常会多送你，不但你多赚常常达标多赚$几千，你每赚$1000，我就会多送你$1000的巴内股权。 OK， 在十几二十年前 Amazon 他成立亚马逊 Jeff Bezos 成立 Amazon 的时候呢，他问了60个人有谁要这个 Amazon 的股权，结果38个人拒绝他，22个人同意说好他们要拿 Amazon 的股权，结果这38个人现在悔恨一辈子，这22个人每个人身价都$10亿。那接下来你如果跟着我们一年，每一天我带着你做，我每一天带着你做，你每天花大概3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是做我教你的方法，做我教你的这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都帮你做好，第二个步骤我教你一个方法，你跟着做。你如果接下来一年，你常常这样子跟我们做，然后你如果有100天达标，那你就可以多赚$100,000到$300,000嘛，至少，对不对？那你每赚你多赚的钱，你赚的钱这些都是你的。那你每赚$1000，我们巴内会送你$1000的股权 ，OK？ 所以你可以得到我们巴内不少的股权，你可以变成我们终生的合伙人跟伙伴股东，对不对？那你有了我们巴内股权呢，我们每一年都会分红嘛，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些股权跟分红，接下来会让你的身价也高出不少 ，OK？ 好，所以呢，你只要学会每天用30分钟到一个小时，常常可以多赚$几千的话，这样子你也可以提早退休 ，OK？ 然后呢，你如果接下来一年常常跟着我们一起每天花一点时间，做我教你的方法，
那不但你可以多赚不少钱，而且我还会常常，我们班内还会常常免费招待你去旅游。你跟着我们这样子做，你在班内每赚30,000美金，你在网上透过班内每赚30,000美金，我们班内就会招待你去7天五星级旅游一次。OK， 每赚30,000美金就招待你去旅游一次。我们已经招待过很多人去旅游，我们班内已经很多很多人在这边赚了一大堆钱。OK。好，那你接下来就可以，而且你每天花30分钟到一个小时，很自由，你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然后你可以带着你家人，全球去玩，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OK， 那如果你去巴内，你会看到，在过去十几年呢，已经有很多人透过巴内赚了一大堆钱。Robert Allen 身价好几亿美金，他过去十几年，每次有东西要放到网上去卖，一定会跑来找我们巴内帮他设计这个流程，还有这个。乔吉拉德，金氏世界纪录保持人，他已经跟我们巴内合作，已经赚了不知道多少钱。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OK？ 他是金氏世界纪录保持人，他每次有东西要放到网上去卖，也是来找我们巴内 ，OK？ 然后还有这个 Franken 也是 ，Franken Anthony Robbins， 在透过巴内赚了一大堆钱，至少几千万美金，还有一大堆巴内的会员一加入，马上就开始每个月赚几千几万美金。太多太多了，还有这个陈爱你，太多太多了。OK， 好，所以呢，你只要有兴趣，接下来一年我亲自带你，你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做我教你的方法，那你常常达标，一天就可以多赚个1000、3000、几千美金。OK， 那你如果跟着我们做的话，我还会立刻送你至少688美金的惊喜的礼包，我会送。教你怎么样跟我们巴内全球几千个网红合作，常常多赚不少钱。然后你每赚1000美金，我们就送你1000美金的巴内股权。那你赚的这1000美金也是你的，对不对？然后还会教你怎么样运用 Google， 常常一天帮你赚个几千美金，这些全部都送给你。OK， 好，那你如果有兴趣，接下来每一年常常跟着我带你的做，你每天花一点点时间跟着我带你的做。然后常常如果一天达标就可以多赚几千美金的话，你可以去 today.banet.co， 这个是名额有限的，我们最多只收100个，你可以去 today.banet.co。 OK， 你如果去 today， 今天你到底可以做什么额外多赚1000到3000美金，你只要去 today.banet.co， today 就是今天，你到底每一天你到底可以做什么多赚1000到3000美金， today .banet.co 就会跑到这边来。那你如果想要一个名额，竟然只要158美金，而且这个158美金是你只要赚了3000美金就会全部退还给你。OK， 所以等于就是可以免费，但是你只需要付158美金来抢一个名额。OK， 所以158美金就可以抢一个名额。接下来一年我会亲自带你，你只要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做我教你的方法，你每天会学到一个新的方法。几乎每天都会学到一个新的方法，然后每天用什么项目来成交，我跟巴内团队都帮你设计好，帮你准备好所有的这些成交素材文案什么，全部帮你准备好。这个常常一个项目就要花几万到几十万美金来设计，那这些费用全部都是我来承担，全部是我来出，这些你一块钱都不用出，你只要接下来一年常常花一点点时间跟着我们，每天跟着我每天教你的方法去做，你只要达标，常常一天就可以赚几千美金。那你如果想要抢一个名额，竟然只要158 ，OK？ 那这个100个名额满了之后，就会立刻调价。我计划会把它调到1000多美金 ，OK？ 所以100个名额之后就会调到1000多美金。好，所以呢，这个。名额是有限的，158美金的名额是有限的，你就赶快到这边填写你的基本资料，然后你可以选择 PayPal 美金支付，全球信用卡也可以，或者是人民币支付宝，我们也收微信。你如果想付微信的话，微信支付的话就联系我们，然后或者是台币的信用卡，收全球信用卡，这个可以收全球信用卡，虽然是用台币计价，但是你全球的信用卡都可以。 OK，然后就在线上支付。那如果说你在线上支付遇到问题，还是你想用微信什么其他方法支付，你可以加我的 LINE， 我的 LINE 是 Ethan Barnett， 这是我的 LINE 的二维码，这个是我的微信 Ethan Barnett， 这是我们客服的信箱。
这个是我的 Facebook， 你如果想加我的 Facebook 去看我过去十几年好几万张玩遍全世界还有全球房产投资的照片在这边，你也可以加我们不同部门的顾问，我们Barnet有很多不同部门都可以协助你。 OK， 好，所以呢这个 today.barnet.co、连续一年我会亲自带你，你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只要达标你就可以多赚几千美金。 OK， 然后这个竟然只要158美金，那你加入之后你赚了3000美金，我们会把这个158美金全额退还给你。 OK， 然后你可以连续一年跟着我们帮你做，那这连续一年所有的费用，所有设计项目挑选项目什么，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会帮你做好。那当然有时候你如果有自己想卖的东西，你要去卖你自己的东西也可以。 OK， 我们教你的方法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卖。 OK，好，接下来我会亲自带你，亲自教你。那你接下来一年，只要每天花一点时间跟着我们亲自操作，那如果有100天达标，你可能就会多赚个10万到30万美金，或者甚至更多。OK， 好 ，So， 那这个是158美金，只限100位。这个100位没了之后，名额有限，我们就会涨价。OK， 好，你如果要就赶快去 today.barnet.co。因为这个名额很快就会被抢光。好，那你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加我们，都可以加我的 微信或者加我的 LINE 或者 email 到我们客服信箱，或者是加我们不同部门顾问。 OK， 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